我叫李永庆，董事长哦，真歹心，从我要讲的话，伊拢甲我讲一半去啊。不离过阮两个工作的迄个镜头，董事长讲伊来演讲的时阵，这个感觉头无啥爱摆。啊，我的职业病啊发作的时阵哦，我一定爱讲一点钟，这个卖阁讲再放下落，因为我二十小号边有一个有一旁的节目，我家己已经来做十五年啊。啊，今仔日重点唔是要讲这個，因为我要来二万年以前，我拢每礼拜拜三早起五点出门啊，驶我的台车驶到阮彰化南国国小，去遐教遐小朋友台湾话。啊，咱就是讲爱台湾，也无要算本钱的。所以经典位偌济，我也歹去甲计较。总是经典位收啦，拢无够我的油钱。啊，伫这个六年的时间，学生囡仔我教到第六年啊，伊讲老师，阮要毕业啊，我讲你会使毕业，我嘛会使你毕业。所以伫这个六年的中间的时阵，咱当然有发觉一款代志。因为伫这六年中间，我唔仅等于阮彰化咧教这个台湾话，而且我阁伫这个台北的一间，就我南北路遐迄间国小，我换了去甲教看卖啊。啊，这内面吼奇形怪状，各项啥物出头拢有来。啊，简单甲讲起来，咱头拄啊遐资料内面有显示啊，伊讲即个师资吼教育专业不足，这是一定的啦，因为学问搁较薄，你要甲传互对方，这个传达的这个技术非常的重要。你学问薄不好啦，你若对方球甲发出去，对方无法度甲你接起来的时阵，也是等于白费啦。啊，你讲你拼到要死，有效无？加减啦，总是有看也无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伫这个教六年的中间，后迄落学校，即摆因为要省经费。四班甲你夹做一伙，拢甲你坐坐去咧等教，啊，到车着，这敢有啥物路用？哦，啊，你讲伊无路用，加减我哪有头拄啊路用啊？啊，而且伫遮个教台湾话老师来讲，伊真侪拢社会人，啊，即个社会人要走入去学校，徛当五班卡，有当时伊会去甲想做讲，伊毋是变做老师。啊，有当时伊是个心理，伊讲伊是老师，毋过咧，互遮个在职个伫原来学校咧教册教别个科学遮老师，佫看伊佫安尼看落安尼吼，假笑假笑啦，感觉讲你都教我无共挂，所以有当时一寡情形之下，伊会去甲排斥。啊，所以伫即个排斥个情形之下，如果奇形怪状个代志拢走出来，可比讲来去甲校长讲歹话啦，有诶无诶啊，啊，其实这对教册应该是拢有影响的。啊，这种经营的时阵，这是还阁算小代志。有当时老师甲老师咧倒课的时阵，这个才是足歹看。无教这个老师去校长遐甲讲哦，迄个某伊咧，迄无学问袂晓教。啊，你讲伊袂晓教，阁讲伊无学问，伊嘛是正式教育部鉴定出来，伊迄个白讲假，啊，这嘛是事实。啊，所以这个奇形怪状的代志，这你嘛要甲计较也好，唔甲计较好，最主要一点。你要徛在黑板卡教遐囡仔台湾话，真歹势，伊家己老师的发音啊未标准，所以你唔念囡仔，你大人来讲，你讲英国的英啦，甲阴间的阴啦，家己咧发音的时阵，有当时嘛发袂好势，哦啊，所以这样注意注意啊，啊有诶大人咧教囡仔，你叫伊讲哦，气有好大的牛啊，连这简单的牛伊嘛印未出来，哦啊有诶囡仔若讲未出来时阵，你要甲教教好，发音未标准。啊，这个就是我头拄我所讲的，迄、那个传达方面的技术啦。啊，你讲伊师资悬，啊是安怎？你咱当然爱来做，啊，互伊提高伊这个师资的水准。啊，不过咧，另外这方面，咱嘛是都爱想尽办法去甲辅导。啊，你讲台湾话内面有个你个师资咧传达互囡仔的这个台湾话，讲起来我那真正趣味呢。伊家己伫迄个不知不觉的中间。个后底后教个中间，伊家己教好只囡仔台湾话真注意，真大部分，真大部分咯，拢总是北京语化的台湾话。啊，这点你要安怎去甲看？那是学校咧办演讲比赛的时阵，哇，啊都拢来啊啦。像是讲咱前辈咧讲的，讲较早迄个总统文革迄落个，啊，差不多这种气氛，加加减减拢会走出来。啊，其实咱要听台湾话，感觉唔是啊。啊，不过咧，
伊都有迄个时间，爱嘛迄个热情，爱要去遐咧办一个演讲比赛。当然，这爱去甲鼓励，啊，咱嘛爱甲认同，不离过迄个内容，咱真认真食，都爱真正严格去甲要求。啊，若无哦，这钱拢给了咧。啊，你讲，伊一节课，啊，一个老师，啊，要去教一班国小的囡仔，少食35个。啊，若像迄落有诶学校，4班、6班，啊，甲叫叫来去礼堂，啊，这是咧创啥？这要创啥嘛？无半人知。啊，你讲。在40分钟内，一个囡仔甲有法度按头到尾拢专心咧听你老师咧讲课，我讲这足困难。一个囡仔若有法度专心，伊5分钟所学到的，比你一个大人5点钟所学到还佫较侪。啊，问题就出在讲，囡仔就是囡仔本身你啊叫伊讲哦，40分钟拢总啊乖乖啊足认真听你讲，迄嘛无啥可能。啊，讲到这点，如果倒转去头大迄两字。你腹肚底有物件，你要传导落对方，这个较可以的技术。啊，你讲爱有啥物技术啦？即摆还佫一项，还佫较注意。若有你徛伫乌班卡咧，甲台湾话遮个老师，又佫拄到一个问题啊啦。教材，你本课本，出版社100间啦。你教伊一本啦，学校讲一本卖啦，我拣一本啦，一本较好啦。啊，讲较歹听咧。基本的出版商都有给人好处啊，学校有摕到好处啊，当然学校的代表甲你讲啊，一本较好啦。啊，你要教册人，你就感觉讲一本唔好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是真正普遍，差不多拢总会去看到。啊，你讲，人甲你介绍的讲一本好，啊，你甲看，迄有诶正经讲卖用，卖用比咧用还佫较好，因为。迄就是搁回到头拄仔我讲的迄个代志，迄不是台湾话啊，迄个北京以外的台湾话，啊，迄个课本嘛变甲规堆，啊，你讲课本变甲安尼密密麻麻、破红大道，啊，无要去倒位拜师啊，什么种的教材，啊，什么种的迄款迄个文章，才是较有100%的原味，迄原汁台湾话的原汁，这嘛是又搁一个大条代志，安怎讲诶？有一位做起舞的会进展，带你进行。伊嘛计划开到差不多完啦，家己去甲编一本字典。结果伊到即马为止，伊还佫每暗拢困伫迄本字典顶头。伊个字典咧做伊个名字。我去因家去甲拜访的时阵，真歹势，伊个字典还佫剩差1500几本。啊，我问讲安尼是安怎？有人要买无？伊讲有当时我送人，人都无啥要介意啊！我啊，看即落咱台湾话也有字典哦。啊，即摆代志就是安尼。伫教材方面，啊，伫大人师资方面，讲要搁进修，讲要来买一本较重要个字典，嘛是搁找无。啊，你讲外口有无？有啦。啊，有较重要个无？加减嘛有。啊，毋过咧，伫即个进修中间，又搁一项伫咧甲干扰，偏离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山头足济。即、这个讲伊会较好，迄、这个讲伊会较好，啊，伊拢不爱讲一句话呢。因只字典的编者，伫细汉的时阵，你教学过台湾语的台湾话的听力如何啊？伊嘛应袂出来，啊，实际上就是无嘛。啊，所以这又果是即个师资也好，学生也好，要学台湾话，佮华安尼哦，加加减减，伊都听有啊，讲会出来，迄、那个做基本就好。啊！你即摆搁去遐创遐字典，啊！搁咧甲讲拼音的代志，有啊！大家读较一粒两粒大咧，吼！啊！即摆民间淡薄有侪，即摆政府也着汉语拼音较好咯，有诶无较好。啊！其实若讲要提高素质啊，啥物货，遮是较有诶代志。啊！遮会使小放伫边啊，慢遮讲。啊！伫讲我教六年册诶，即中间也搁有食汉堡诶，要食预算，啊！若汉堡诶。你那个叫叫来，教材内面啦，后壁有这个 CD， 有这个片啊。啊，各位小朋友坐好，你这片要放落去，听一遍头，差不多5分钟啦。佫续落，佫甲放第二集，佫讲两条故事我听啦。安尼差不多20分哩啊啦，阵来佫叫人坐一个啦。啊，为两先红啊，安尼40分报销伊啦。啊，你讲一礼拜一节课40分。啊，对台湾有啥物帮助啊？加减吼，无1%，啊无到0.5%，啊，即咱莫计较。啊，你话问题是安尼啦，
问题当伊甲因兜的时阵，又搁一项代志要甲干扰啊！台湾人的老爸啦，台湾人的老母啦，土生的爸母啦，串讲甲因囝咧讲话，拢总讲北京话啦。啊，即落家庭侪啊少，即落家庭太侪咧。啊，即你讲一礼拜，你搁甲教你十点钟的台湾，就甲你讲啦，无效啦。啊，还搁一项，媒体嘛是当阿咧甲你插脚的。你甲看民视的啦，吼、哦，咱即嘛唔是要共讲歹话啦。你甲看民视的咧报新闻的遐，呾一个是会用的啦。啊，有当时台湾话内面甲你插北京话，北京话内面甲你套台湾话，套来套去，套到尾人甲批评，伊甲你发明一句名词，伊讲这叫做主人语。啊，世间讲有即落语言，啊，我就是拢无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拢是对着要推展台湾话的时阵，啊，要建立母语的一个遐工作，拢拢是一种的阻碍。啊！你讲，即个内面有个人嘛，还未学行，爱着想要学飞，爱咧讲啥哩？啥？讲哦，啊，即都爱保留地方腔咯。啊，若即摆闹拼音出来时阵，啊，地方腔拢甲抹杀掉咯。哦，啊嘛，佫有即种声音。啊，若讲有即种声音，有当时咱甲听也佫保留也有道理呢。譬如讲，就我个人来讲，我按在白沙车等于彰化市教遐个囡仔讲台湾话。我认定讲，我这是正确。啊，若告诉讲，我都为着要爱台湾咯。啊，我换那车驶咧，等于彰化咧教囡仔台湾的不离个地点是伫彰化鹿港。我讲我安尼都唔对呀，因为咧，我讲的这个腔口甲鹿港在地腔口，啊，都无同款咧。啊，阮彰化人讲红豆仔饼，红豆饼，啊，人鹿港人讲红豆饼，啊，阮咧讲过天车，伊讲过天车。哦，啊，若是讲徛伫这点的角度的时阵，咱会去甲认同伊这种声音啦。哦，就讲这个拼音啊，点啊，从这个腔口哦，啊，有当时拼音若推得努力啊，地方区、地方的腔哦，啊，所以消灭哩，啊，这嘛不是头路。啊，所以这个总讲一句，拢种真流真流的代志啦。啊，是嘛？较细条的代志，甲累积起来，后了代志若大条嘛，是真快去解决。啊，所以伫这方面，咱会感觉一点代志，看起来足趣味。各位唔知道有这种感觉啊无哦？你若当台湾者，啊，听人咧讲咱的母语，讲台湾话，会感觉讲拢未啥顺。啊，若有一天你去到美国，啊，到美国的台湾乡亲咧讲话的时阵，你又搁感觉讲，哦，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台湾咯、哦，因为安怎讲，伊伫美国遐都较无一寡只迄款迄落，因讲的台湾话较顺啦。较无加味素落去啦，啊，咱遮哦，拢会加一寡只现代语言，啊，有诶，搁是北京语，啊，已经台湾话诶迄个口语化，啊，已经伫台湾话诶角度内，你也认同遮北京语诶话，啊，遮伫台湾不是咧听，啊，毋过去到美国诶时阵，也是加拿大，遐台湾人诶社团，伊讲话比较地较顺，较无即个味素诶味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讲种种遮问题。啊，拢要来甲做，啊，要来甲提升伊个水准，要甲解决。咱嘛是讲即种办法，遮要安怎做，还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真简单，蔡英文甲选落掉，后日要做啥拢方便。那毋是蔡英文做，你要搁做啥，搁国民党调的，你要做啥拢总免搁讲啊。伊都想讲想讲，要甲你饲到死啊，搁要互你台湾，搁互你秃头，吼、哦。啊，讲。在这个在教学内面，啊，你要予伊水准的提升，根据我六年的经验，有一种结论造出来，啥物人都同款啦，惊人甲你考试，惊人成绩单几分甲你写落去。你若讲唔要甲考试的时阵哦，你搁啥物考的哦，外口补习班都会专门为这落考的来甲你开课啦。啊，若讲补习班无咧注重这个时阵哦。伊来为着要撑市场哦，你若讲国校遮个，迄款你也是国中遮个吼。爱讲台湾有要较考试的时阵哦，你放心啦。连安亲班伊要请老师都爱阁附带一个条件啦。你若台湾话袂晓讲，你莫来我这间安亲班领我的薪水啦，各位。你看讲安尼对啊唔对？哦，啊，今仔日讲到遮，我是自创伫立法院，啊，阮委员后台部分区的。可能伫迄安全名单啊，迄个十五名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若佫
哪个小经济话，只有十六名、十七名拢有可能啦。啊，你讲伊安全也无一定安全啦，因为譬如讲开啥物代志拢唔知啦。啊，今仔日各位有做出啥物结论？哦，爱阮办公室来拍拼无？啊，唔免客气吼，啊，做你来欢呼。啊，伫平常的时阵，咱迄个通用的组书啦，哦，伊嘛不是去阮办公室。啊，若为着汉语拼音，啊，安怎讲啦？啊，有当时嘛配合去咧开记者招待会。啊，像讲即款的代志，只要阮若做会到，啊，各位咱这个团队，啊，恁尽量欢呼，啊，做会到，阮就来拍拼。啊，今仔日多谢恁的关心，吼、哦。啊，因为选举时间也较无闲啦，啊，我连咪啊，佫来去共三鞠躬啦。啊，有台湾的是安尼啦，来去听人咧三鞠躬的时阵哦。哦，即下感觉讲，哦，迄西讲爱台湾话汉语实在有够标准，哦，啊，所以伫即内面，你讲即个环境，哦，台湾的人也是要推荐台湾人，伫咱的生活环境，拢总是教材啦，哦，啊，无限一定限你讲都爱用什么种教材啦，啊，像头拄啊所讲的即个，所讲的即个，头拄啊的第四点遐，方玲小姐伊咧介绍，诶，迄内面嘛一个作者，对无？爱嘛，伊今仔嘛讲话讲规堆，啊，毋是讲咱歹心，伊家己嘛编一本教材，对无？啊，伊家己迄本教材嘛捧红大大，哦，啊，即拢听啊提出来讨论，讨论遐强强变的，啊，总是有咧做，啊，有咧做，啊，效果，现主持讲要得到偌济效果，老实讲，路还阁真长，还阁拍拼，今仔多谢你，谢谢。謝謝